绝世高手就在这里。看来只有当年终极杀人火云邪神才有这样的杀气。这一份气势难道就是人称神雕侠侣的杨哥小龙女九阳大名。今天我们来是跟虎头帮船长与其他人无关。你当日杀了我，每一天都说了。你今天至来算账，我即刻自投罗网。留你条狗命多两日，不要这么得戚。我这份大礼你今天收硬了。咦，送钟？哼，今天有邪神在这里，看看谁送谁钟啊。咁你即系做教两啦？唔好唔会，其实我只系想打死两位，又或者俾两位打死啫。老婆点睇啊？自古正邪不两立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既然系咁，嚟啊！好啊，嚟啊！出力少少啊，我按仲得嘅。力度就有啦，不过准程度争啲。哎！Hey!
睇住，估唔到收工，仲有一招大喇叭，小弟甘拜下风。佢哋好似唔喐得喎，直情系啦，趁佢病好佢未？你嚟啊！我伤口啊，我要睇医生。廿四啊！你过嚟，咬佢。讲下啦，扭头我落去啊！好，杨明立马啦，嚟啊！咬佢啊！咬佢啊！咬我老母！嚟啊！咬佢啊！咬佢啊！咬佢老母啊！你做咩？你究竟想我咬佢本人定咬佢老母啫？你搞到我好乱啦！沙煲咁大个拳头啊，点练噶？你有冇搞错啊？咁都俾佢哋走得甩？